你是陈红军家属吗？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。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，现在被收押，我们需要通知家里。哎，不是，别带了，给我，你干什么？别让，住手！别打，没事吧？叶芳，他在身边，你还护着他？他要没气，我们警察能逮他吗？